要你打你一巴掌，给你100块钱。烦死我！108，放了，姐们一定要穿好的。糖都吃到八，可是9.8。我说你一点就知道，这样你得听。好了吧，季总，糖都吃到了，我是教育他的。我没。你来办公室。我。你还想上班啊？来，班车长，这样是为了你好。你的班长啊，想来就来。哦，真是。李组长。拿着你的垃圾，我要知道吧，是不是？对，李组长，我先去忙了。这回我就不信你还走投无路。换我，咱总必须留一个人加班，公平起见，你抓出去。唐豆，你带吧。好吧。一个好消息，最近业绩好了，我们决定随机抽取一位幸运员工送出大礼。看来李组长都帮我准备好了，那我抽了。糖豆，是我。叔叔们，你们简直是我的幸运星。有你才是我们的幸运。叔叔们，你们形象也太好了，万一碰到熟人怎么办？还不都是你着急。糖豆，你这个月买了多少？就500。啊，那还挺划算。500件。这不是你班长的最好看的糖豆吗？小弟，这是我哥哥，帅气宜人，玉树临风。关键呀，快帮我拿快递。叔叔不管你，现在拿快递只能不搬家小时工了。还是有哥哥好，糖豆你真可怜。没叫。我的叔叔们，太帅了！哥哥朋友撒点蜂蜜，我们全能。你还想比什么？哎呀，快走吧！看来我的颜值只有叔叔的 shape 剃须刀才能配得上。进口5层双涂层刀片，用起来顺滑舒适，确实不错。很仔细有头吧，送他一个。我的存在感呢？你连头都没有，要什么存在感？快搬吧！走了，糖糖，回家。